PJ Masks, we are on our way. Jasmine's playing time. 这是 PJ Masks 系列里边的一个游戏书 ，activity 活动书吧，叫。嗯，有上色，有活动。嗯哼。有贴纸。对，大部分是贴纸。看。这是啊，茉莉早就小时候是玩过的。玩过的。对。下面一些故事情节，一边讲这个故事呢，一边可以把你前面那贴纸贴到这上面，就一种互动的感觉。小孩真的很喜欢啊，对对，自己能让这个人物出现在这个场景中，对，还是蛮有趣的。Patience， 你看，这是只要有耐心。嗯。然后关于这个 patience， 它有一个小的说法，这个叫 sharing， 分享。谁和谁分享？嗯 ，giving 要付出。谁付出？嗯，然后这个是可以上色吧？啊，这就是上色环节了。对，这后边都是上色，还有找不同啊。还有签字。对。走迷信。走迷宫啊什么的，后面还有参考答案。哦，行 ，OK，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全学绘本学习有帮助。像很多人从小开始一边玩一边学习英语，一边阅读，一边学习，一边思考，一边学习，一边 Bye peace.